先生，呆呆，你好，我要叫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尤雅迪，我今年40岁，我离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他们2个女生，大的20岁，小的12岁，我从加瓦来的，我的身高150公分，我的体重50公斤。我新疆回家，我的学历就中别，我有经验工作在台湾4年，在澳门3年。我会煮饭、煮菜、打扫、洗衣服、当衣服。我会照顾 baby，我会照顾老人家。谢谢你们。